觉得这是应该是个什么垃圾，然后把它放到这里。对对，觉得你们打错有惩罚吗？嗯，要不要再大冒险一下？还有两个呢。那肯定是你去。你那么有自信？你都不知道我自己奔了多少次，我跟你说。蓝忘机的碧城，首先我们剧组里面那个蓝忘机的碧城，它的那个剑鞘它是木头做的，所以说这张东西我们得撕一半。它的剑鞘是木头做的，得放在可回收垃圾里面。然后它的那个剑的那个金属，你知道吗？那个金属我们说不好是哪一种金属。嗯，对，万一它有什么污染，我们把它分在有害垃圾里面。那你要不要来？蓝丝锥，外号小萝卜的萝卜本体，那就是萝卜吗？对，萝卜是什么？应该是湿垃圾。好，因为它这边没有厨余垃圾。现场大家的发胶，有害垃圾。嗯。仙子拉过的粑粑。嗯，你觉得呢？可回收垃圾。大家觉得仙子的屎是什么垃圾？有人说是湿垃圾。你给我吃吃看，湿垃圾。弹幕上都说是湿垃圾。湿垃圾吗？我觉得是干垃圾。我觉得它不能放在这几个里面。那可以先放在边上。不是，哪有人把屎去做垃圾分类的呀？就自己解决掉吧。宠物的屎还是要？就自己铲完之后回家就是冲掉呗，哪有跟这些去做垃圾分类的？那可以先放在边上，最后公布。嗯，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。为无限化的服务，可回收垃圾。好，因为它是纸，好掉你头发。他昨天下线的时候，头发已经没剩多少。对对 对，回收垃圾。他应该是在干垃圾，是吗？对，头发不是可以回收吗？你拿来干嘛呀？你这么可怕的吗？房间中布景用的盆栽，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。绿，这个盆栽是属于什么垃圾呢？弹幕说是湿垃圾。我觉得他们好像什么都说是湿垃圾。刚刚爸爸也说是湿垃圾。信他们一次吗？蓝忘机撕碎的书是属于什么垃圾呢？可回收垃圾。因为它是书。书。温宁给魏无羡送药用的瓷瓶。干垃圾。蓝丝锥穿过的旧衣服。干垃圾。好。鬼将军用完的粉底，有害垃圾吧？应该是。注意是用完的哦，用完的。用完的，也就是说它只剩个瓶子。瓶子是吗？那就可回收垃圾。瓶子它是可以回收的。不，它瓶不是只有那个，应该是。你那是塑料瓶还是玻璃瓶？对，所以说不清楚嘛，干垃圾好靠谱一点。片场大家的发胶其实是干垃圾，错一个，这个是谁打的？要不要进行大冒险？追哥，打胶是干垃圾吗？对呀、啊。那个瓶子不是啊、嗯。其实这个是可回收垃圾，它的那个金属也是可以回收。所有的金属都行吗？嗯，刀具。刀具的金属都是可以的，可回收。它不是普通的金属，蓝忘机的碧城。那是什么样的金属？有魔法的吗？可能是一种，就是天外的一种什么金属，要不然是他自己炼成一种什么金属。它不是普通道具的金属。蓝丝锥穿过的旧衣服，其实应该是可回收垃圾。哦，您再多一个。嗯。然后那个有争议的，大家来看一下，这个也可以科普一下，宠物的粪便属于城市粪便处理系统，应该带回家冲入马桶哦。所以说他答对了。